你跟我来这儿做什么？小蝶的意思，我昨晚和你说得很清楚了，她是不会见你的。你还记得上次刺我的那把刀吗？别来这套，我不欠你了。你的驱逐令也把我从红中撵出去了。你得谢谢你姐姐。如果不是她夺了权，你根本回不来。前前后后都是匪夷所思。 说正事儿吧，我想知道小蝶的计划。我不会给你自作聪明的机会的。你不相信我的能力？我相信你的能力，也相信小蝶比你更聪明。但是我喜欢小蝶，所以我只会按照她的吩咐办事。日子还长，以后的我也不一定没有机会。我在查你姐姐背后的势力，我要告诉你，小蝶并不安全。 因为他所有的计划都是围绕着我进行的。如果你继续按照他的计划行事，我可以活下来，但小蝶不一定。这是你希望看见的吗？小蝶掏空了沈家所有的家产，用尽黄金白银。 为你铺就了一条逃出升天的道路，所有洪州的岗位、街亭、哨所都被失意重金打理，整个洪州城内会被遍地的金银扰乱治安不存，边境处近百辆汽车会在同一时刻出关，他们都会被视作有可能藏匿着你的可疑车辆，整个洪州外海的渔船被打点汇聚，而直达南方的水路才是小蝶为你安排的真正密道。 这是你去江州之后的联系人信息，他会把你带进胡家。小蝶真正的家，是那个垄断南方珠宝生意的胡家吗？对。那你呢？我负责装疯卖傻，借酒消愁。这个计划确实想尽周密，但是你隐瞒了最重要的环节，对吗？他会去聂府找我姐姐。 代替你成为聂府新的人质，这行不通的。你觉得我姐会杀了小蝶？也许你姐不会，但她背后的势力为了要挟我回到洪州，一定会。那你能救她吗？差一个环节。差在。 如果你救了小蝶，聂府那里就没有了人质，局势平衡不了了，对吗？对。我真的很后悔，最开始没有阻止他嫁到聂府。我和他不是在聂府认识的，你也没机会。<笑>这个时候你就别揶揄我了吧？你掌握的那些信息，能反派为胜吗？差一些，还差一些。 还差多少啊？他为了保护你被千夫所指，因为担心你而食不下咽。我真的很想再给你来一刀。有的时候，我真是恨透了你们这样的聪明人。但除了你们之外，重要事情没有别的解决办法。你和他，仿佛是天生的一对。 为什么还没找到？滚！别心急，只是输了一步棋，赢回来便好。说得倒轻巧。严小姐不妨仔细想一想，聂真出逃之后，一定会去的地方是哪儿？但那是我的家。说字儿倒是无所谓，但要是被将了军。 我们都得完蛋。怎么，没找到你心爱的丫鬟吗？是啊。 他从来都是我触不可及的至宝。
好久不见。姐。怎么是你？只能是我，也必须是我。从商者皆为赌，以往都是小蝶主持沈家商业上的事情，我就像是个十足的废物。但这一次，我想自己出去赌一把，赌你能赢，赢者方能通吃。赌注呢？我的命。相拥，庸人谈笑风生，如辜负爱意的痴。